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我爱发明》，我是主持人丁西。秋天将至啊，我们现在呢，满满的都是丰收的喜悦了。今天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三个发明项目啊，都与收获有关。我们首先来说第一个发明项目哈，它与我们的生活关系非常的密切，也非常的贴心。前些天呢，有人问我说呀，丁西，你买衣服呢，一般都会选择什么样材质的？我说我首选纯棉的，因为啊，穿起来特别的舒适，透气啊，吸汗。相信很多朋友呢也有同感哈。不仅仅啊是这个衣服，咱们平时用的毛巾啊、毯子呀、被子呀，很多都是纯棉的，因为它的质地呢特别的柔软，也特别受到大家的青睐。但是啊，这个棉花的收获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呢，给我们的师傅们带来了很多的麻烦。我们接下来的这个项目啊，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帮助呢？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节目。发明人李宝贵，发明项目电动棉桃包壳机。棉花是人类的医疗之源，所以很多人都称它为太阳的孩子。我国是棉花产量最高的国家之一，到了棉花收获的季节，也是棉农们最忙碌的时候。他们要在秋天结束之前，把地里的棉花赶紧收回家。摘棉花本身就很辛苦，可是棉花地里还有将近1/5的乌桃，他们很难直接从地里摘取出来，还需要回家去另外加工。每一个棉桃都需要人工费力剥开，然后将杂质清理干净。这样一来，不仅浪费棉农的时间，还增加了他们的工作量。看到这种情况，来自山东滨州的李宝贵发明了一台棉桃剥壳机。李宝贵今年已过花甲，30年前，他在吴地县第一中学的实验室有份稳定的工作，育有两个儿子，工作和家庭都让人羡慕。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一次事故改变了整个家庭的命运。我记得很清楚，当时的时候我家里在家里运土盖房子，我拉土，一个大土嘴塌房，塌一个土来把我腰骨压上了。当时那个疼痛难忍，真是昏过去了。当时我的腰部、胸部的那个只觉得是这里很疼，实际的腰这个腰椎被这个粉碎性骨折，我不知道什么病。那时候咱们农村人民懂医学这方面很少，以后人说叫截瘫，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突然的意外让家里的顶梁柱倒下了，从此无法站立，这让还是壮年的李宝贵无法接受。可是为了家人和孩子，他知道希望的灯火永远不能灭掉，于是强大的家庭责任感一直支撑着他。从此学校实验室的老师走向了发明之路，而棉桃去壳机就是他的发明之一。这台棉桃剥壳机由打碎机构和分离机构组成，其中打碎机由马达带动高速旋转，将进入机器的棉桃壳一一打碎，然后通过分离机构将棉花和棉桃壳分别输送出来。那么这台机器的实际效果究竟如何呢？我们放进一些棉桃，打算实际看一看。机器好像发挥还不错，我们可以看到白花花的棉花都从机器的底部出来了，而那些轻飘飘的棉壳就从另外一侧散落到了地上。随着放进去的棉桃增多，机器出口处的棉花也堆了起来。测试结束了，我们来一起检查一下。事实证明，机器将棉花包得很干净，在棉花上几乎没有看到棉壳的残留。看到这个效果，李宝贵很高兴，他要将机器带给乡亲们去展示一下。李宝贵带着机器穿过大半个村子，来到了当地的农户魏师傅家。可是由于天气原因，本来在魏师傅家包棉桃的乡亲已经全都不在了，只有魏师傅的妻子在门口等待。虽然观众没有预计的多，但是魏师傅这一家人还是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棉桃都是现成的，只要把它们放入机器就可以了。
那么机器能满足魏师傅的要求吗？机器的速度很快，没几分钟时间一大袋棉桃都弄完了。可是明明速度很快，为什么却不见魏师傅脸上有高兴的表情呢？是因为不满意吗？啊，老铁，哎，啊，你看看，看看怎么样啊？这个机器啊，越来越脏了，你看看，是吧？是这棉花头也是潮湿，也是有关系。嗯，不想到会这样呢。好吧，我再琢磨琢磨，我回去看看这个事情能不能改进。那就像老张不行。原本信心满满要来试机器，可结果却出人意料。由于有太多的棉壳夹杂在一起，所以机器出现拥堵现象。刚开始效果还不错，但是随着拥堵的棉壳加多，机器就会越来越包不干净。面对机器出现的这些新问题，李宝贵心里充满着疑问。回到家后的李宝贵这一次心情不如以前了，短暂的失落过后，他开始把自己关在房间默默地研究起来。这个固执的老头每次在搞研究的时候，在儿子眼里就变得不好伺候了。他连饭都不好好吃，一边吃饭还一边不忘捣鼓他床边的东西。看在眼里的小李只好上前阻止，可是老李偏偏像个可爱的老顽童，只要儿子不盯着，他就要把那些宝贝又全都偷回身边来。让人看着又着急又忍不住对这种执着的精神充满崇拜。就这样，经过不断的思考，李宝贵终于有了一套全新的设计方案。在儿子的陪伴下，老李的新机器又要诞生了。李宝贵在原机器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把带壳的棉桃倒入机器，通过打碎装置打碎棉壳，在分离装置的作用下，首选的棉花被输送到下面的滚筒筛，滚筒筛对其进行再次分离和精选，这样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干净无壳的棉花。改进完成后，李宝贵再一次对机器进行测试，这一次他打算试一试棉壳发黑、去壳难度较大的乌桃。这个测试的难度还是挺大的，而机器的轰轰声也吸引了不少围观村民。在村民的见证下，一朵一朵洁白的棉花都顺利出来了。看着这机器还挺有意思，一些村民干脆都围了上去。而就在大伙都在看热闹的时候，魏师傅也闻讯赶了过来。他会满意机器的作业效果吗？哦，看来这一代比一代强。您觉得行吗？行，反正人包的还差不多了。看到机器表现不错，魏师傅提出想让他跟人工比一比。这个机器啊，它能相当于12多个乡亲们的工作量。要是十来多个哈，那我就真的哈，我这找10来个人，我叫他们，我这和你这个机子在这根据比比赛。要举行一个大规模的比赛，这对村里来说也是件热闹的大事儿。比赛前那得准备充足的棉桃才行。为了增加比赛的难度，大家特意挑了一些比较难包的乌桃。采完棉桃，一部分热心的村民又赶紧去帮老李抬机器，另一部分村民则张罗着布置场地。为了方便比赛，大家把机器搬到了村口，听到动静的乡亲也三三两两往村口赶，有的是主动要参加比赛的，有的自愿当拉拉队员。一时间，原本寂静的小村庄顿时热闹起来。不一会儿功夫，一场声势浩大的比赛就要开始了。这次比赛双方各包6袋棉桃，最终速度快且质量好的一方获胜。比赛正式开始，人工队率先投入战斗，
虽然棉桃十分扎手，但是丝毫不影响他们的速度。可是机器这边却好像没有跟上节奏，迟迟没有开机。看到机器这边出了问题，热心肠的魏师傅赶紧跑过来帮忙。现在就是这个带有点带松，是下边这个转不起来。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了，机器这边迟迟不能找到问题的关键，而人工这边却已经热火朝天的包了一段时间了。赛前淡定的老李终于不淡定了，他抓紧一切时间修理着机器。终于在魏师傅的帮助下，机器才得以修好。看到机器已经可以顺利运转后，魏师傅才放心地回归自己的队伍。而这时两边的差距已经很大了，人工这边都已经堆起了棉花山。看到机器已经能够顺利运行的老李师傅一直围在机器边上，生怕机器再有个什么问题。不过机器猛追起来也能让人刮目相看，一两分钟时间就包出了好多棉花。小李师傅和老李师傅配合也相当默契，一个马不停蹄地往机器里下料，一个默默地守在棉花的出口，随时清理出口堆积的棉花。有俗语说，上阵还需父子兵，看来这对正在为梦想一起拼搏的父子也给这句话做出了很好的诠释。这场比赛在你追我赶中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人工队都是包了很多年棉桃的当地村民，虽然有小朋友从中捣乱，但是丝毫没有影响队员们的工作，他们的剥壳动作依然又快又麻利。就在人工队干得热火朝天的时候，机器似乎又出现了问题。你昨天下了一天雨，这带大伙在外边冲着来这个机器啊，淋着这个冲这个带池大花。刚刚从紧张中得到缓解的老李再次陷入难题，机器的皮带怎么就这么不给力呢？由于机器再一次出现故障了，所以原本看好机器的乡亲们又开始觉得还是自己亲手包的比较放心。虽然老李嘴上说自己不担心输，事实上他的内心很焦虑，尤其是当村民们也围着他的机器看时，他就更紧张了。经过一阵抢修，机器总算是又转动起来。看着人工队已经完成了大半，李氏父子加快了动作，奋起直追。比赛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一个多小时，大家已由兴奋变得有些疲劳，可是冲刺的最佳时机也在这最后的二十分钟，劳累不堪的人工队不得不降低了速度。哎呀，这累的嘛，也跑够了，跑够了哈。跑那个机子科学，人工他那个整那个然后他老难抱那个，累的了手整老疼疼啊哈。这家得抹药啊，妈的，还得洗高开水洗多哎。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烈奋战，即使是体力再好技术再强的人也会因为疲劳而降低效率，可是机器这边却要趁着最后的冲刺时机赶紧把之前浪费的时间全都补回来，他们反而是越战越勇。看小李师傅这一路猛追的势头，只要机器不出意外，十分钟左右就能全部包完。当然淳朴的乡亲不到最后一刻他们也不会放弃，虽然很辛苦但依然都在坚持。好了，我们就包完啊，我们就包完了。机器队包完了全部棉桃，而这时人工队还剩下半袋没有包，无疑速度上机器获胜了，那么质量上怎么样呢？我们将人工队包完的棉花搬过来与机器队的进行比较，对于双方的质量，魏师傅做出了最终的评判。包的看来包的这个质量啊哈差不多，不过呢就是他就是确实是快了，是快了，我们成功了。
终于，李宝贵发明的棉桃剥壳机获得了乡亲们的一致认可。接着刚才那个话题，很多朋友都问我哈，这买衣服的时候首选什么材质呢？首选是棉花，接下来就是麻了。这个麻呀，确实有一种独特的气质。那么提到亚麻纤维，大家一定都不陌生。比如说家里的沙发罩、衣服、床上用品，很多的面料都是亚麻纤维的。亚麻纤维是麻纤维的一种，主要啊从麻类植物中获取。然而人工呢打麻是费时费力呀，效率也很低。为此啊，有一位发明人朋友呢就做了一台打麻机。哎，不是打麻将机啊，专门来解决这个问题的。那么究竟这台机器好不好用呢？我们赶紧啊去看一看。发明人肖小平，发明项目职位是打麻机。麻纤维一种纯天然纤维，是指从各种麻类植物中取得的纤维的总称。麻纤维具有良好的吸湿散湿与透气的功能，还有质地轻、强力大、防虫防霉等特点，是我国重要的纺织纤维之一，被广泛应用于家居生活和工业生产等领域。沅江市地处湖南省东北部洞庭湖边，这里气候湿润，光热充足，以盛产苎麻而闻名全国，素有苎麻之乡的美誉。除此之外，还广泛种植红麻、黄麻、青麻等麻类作物，是我国重要的麻纤维原料生产地。在这里，农民们正在忙着苎麻的收获。收获苎麻需要三个步骤，首先要人工用手将麻皮剥下来。扯好的苎麻皮最好在短时间内打完，如果长时间放置就会变干，再想剥皮就很困难。因此需要在水中浸泡，使其充分吸收水分，长时间保持湿润，便于打麻。最后将浸泡过的麻皮放入手动打麻机进行最后的加工，人工去皮要干净，不能有残留。将取出的麻放到通风干燥处，经过自然风干就形成了圆麻。手动打麻机的使用并不复杂，只要人手脚配合好就能够将麻打好。但是面对大面积种植的苎麻，打麻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时间，而且苎麻一年种植三季，人工打麻有时就会耽误时机。难道就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法吗？肖小平，湖南省沅江市黄毛镇群红村人，一直在家务农，主要靠苎麻为经济来源，可以说和麻打了半辈子交道，每到收麻的季节都要从早忙到晚。原来我家里七八亩地嘛，那个你能耕收那个太困难了，那个太慢了，那个劳动强度又大，一直想搞个打麻机。下定决心，肖师傅立即行动起来。他按照自己的思路一点一点进行设计，草图绘制出来，他就迅速投入到制作当中。经过反复尝试，第一代打麻机研制成功。那么这台打麻机究竟是怎样设计的呢？里边呢、啊、就是两个那个拨麻孔，两个滚头嘛，嗯，相互咬合，嗯，咬合那个刀片都插进去了嘛，嗯，刀片把那个麻管打断，嗯，然后打断之后你要反拉过来，嗯，那个包括皮呀、啊、表皮呀、啊、骨头啊，它就干干净净的。为了能够更直观地展示机器的设计，并且验证机器的使用效果，肖小平决定采一些麻回来，实际用起来试一试。苎麻准备好了，肖师傅发动机器给我们试验起来。只见肖师傅先把叶子在机器前端打掉，紧接着放入喂料口，随着机器的转动，麻骨被瞬间打碎。苎麻前部打好后再快速抽出，随后换成尾部送入机器，这样整个打麻过程就完成了。机器打出的麻质量如何呢？我们尝试着用力拉扯，可最终也没能将打出来的麻拉断，可见它韧性十足。通过我们的试验，打麻机打出的麻比较光滑，没有表皮残留，并且不会损伤麻纤维。那么当机器面对大面积种植的苎麻，它还能胜任吗？
肖小平听说今天黄师傅家正在组织人工收获苎麻，他打算将机器带过去与人工比试一番。车子刚刚停下，我们就看见村民们正在辛勤地打麻，而一旁的田地里，黄师傅正在组织大家扯麻皮，听说有机器来进行挑战，大伙儿都放下手中的活围了过来。黄师傅听说我们的来意后，自愿为我们提供苎麻地进行比赛。今天的比赛分为两个环节，首先进行收麻，其次再进行打麻。经过大家一阵忙碌，我们为双方各划分了20平方米的苎麻。机器队这边，肖师傅带领一名队员进行收麻的工作，他们采用割的方式把麻齐根砍倒。只见他们挥舞着镰刀，左手攥麻，右手割，一会儿就一大把。人工队这边由7名队员组成，他们采用传统的方式，先折断苎麻，再把麻皮扯下来。只见他们一折一扯，又拉又拽，动作十分熟练。人工扯麻需要一根一根扯，这样就大大浪费了时间，而割麻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大约10分钟，肖师傅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哇，肖师傅这么快？我们砍完了。听说机器队率先完成任务，人工队队员拼命向前做最后的冲刺。大战神给你了。最终比赛双方都完成了收麻的任务。在这个环节上，肖师傅的机器队胜过人工队，拔得头筹。随后进入下一个比赛环节，打麻。这边是人工队，那边是机器队，看谁打得快打得好。准备开始。好。打麻比赛由周师傅的机器队挑战黄师傅的人工队，随着裁判一声令下，人工队队员迅速就位，肖师傅也立刻发动了机器，他和另一名队员相互配合，一个地料，一个打麻，一次就打一大把。再看人工队这边，他们把采回来的苎麻分作5份，每人1份，只见他们手脚并用，动作娴熟。肖师傅的机器队每次都大把大把的喂麻，一次就是好多根，而人工队则需要一根一根的来刮皮，他们手脚并用，一脚踩一手拉，每打一根麻都要消耗一定的时间。虽然是5名队员，可两队的差距却渐渐显现出来。人毕竟会劳累，随着比赛时间的推移，双方的差距越拉越大。看到这种情况，围观的村民们对于这场比赛的胜负已经有了预判。那么究竟机器能不能保持领先，赢得比赛呢？终于，机器队这边传来了消息，我们打完了。由于肖师傅率先完成比赛，所以在打麻的速度上人工队已经落败，现在队员们默默地等待着，希望在质量上能胜过机器队。人工队的有屁啊，那这个是不是会影响这个质量呢？要影响。人工队的麻包得不算干净，那么机器队的作业效果如何呢？机器队的好。为什么？干净。干净啊，干净。通过比赛，机器打苎麻已经没有任何问题，并且得到了裁判和大家的一致认可。然而黄师傅又提出了新的挑战。我还有黄麻，你能不能打？肖师傅，可以，可以试一下。面对黄师傅提出的要求，肖师傅满口答应。他的打麻机真的能打红麻吗？红麻和苎麻又有什么区别呢？红麻正名大麻锦，锦葵科木锦族植物，一年生草本韧皮纤维作物，高3到5米。红麻纤维粗糙硬挺，耐拉力强，被广泛应用于各种土工部中，如水利设施、道路施工等方面，还可作为复合材料的增强纤维。面对又高又大的红麻，肖师傅也是信心满满，他安放好机器试验起来。红麻不仅长而且粗，肖师傅只拿了少许进行测试。由于打麻机采用反拉式设计，这个就比打苎麻困难多了。只见肖师傅费了很大力气才完成打麻。小心一点。虽然有些吃力，不过总算打出来了。
随后肖师傅继续进行测试，这一试不要紧，机器出问题了，烦恼了，缠得太死了。由于滚轴被彻底缠死，无法启动，肖师傅不得不放弃测试。机器对于红麻一点办法也没有，那么红麻究竟有什么特点？打起来难度在哪里呢？红麻包起来劳动强度很大，最重要的是很难彻底包干净，因此避免不了的就会产生浪费，这也是包红麻一直以来存在的问题。村民告诉我们，红麻的表皮比苎麻的要薄很多，因此不需要再进行刮皮，直接将包好的红麻浸泡在水中沤一个月左右，使其脱胶，然后放置在通风干燥处晾干，这样就形成了圆麻。肖小平回到家，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对着眼前的机器仔细琢磨，最后他下定决心要改变第一代的打麻方式，改变方式就要改变结构，他先设计好草图，然后就一头扎进工作厂房。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新一代打麻机改进成功。前面是 自动喂麻的，不要能反过来拉了，这是压松滚负责那个麻呀，把它压进去，因为这个速度很慢，后面那个速度很快，形成那个速比前面慢后面快，才能把那个麻骨头拔下来。中间有一个单滚，它的作用就是前面压断了，要把里面的麻骨头拉伸，要转移嘛，然后这后面呢是就是一个大滚一个小滚，因为它们拉伸以后要全靠这个两个滚头呢把它那个麻杆脱离掉。那么改进后的机器究竟能不能打红麻呢？我们赶紧来试一试。只见随着各个滚轴的快速转动，麻骨被打碎，麻皮被顺利剥落下来。新机器改变了之前反拉的方式，一次性就可以完成打麻的过程，缠滚的现象也已经不复存在。测试结束后，我们看到机器里出来的麻表面光滑，几乎没有什么残留。肖小平对于这个结果很满意，他打算再找到村民们跟他们比试比试。然而上一次的失败让肖小平不敢掉以轻心，机器面对大量的红麻究竟能不能成功？为了确保机器万无一失，他拓宽了机器的入料口，并安装了10匹马力的柴油机，增加了机器的动力。一切准备就绪，肖小平带着机器去找正在田间劳作的农师傅。一路上机器虽然有些沉重，可肖师傅的心情却十分轻松，他相信自己这次一定能够成功。得知肖小平的来意，农师傅欣然接受了挑战，一场大战就要开始了。按照农师傅的意思，比赛双方各500斤红麻，哪边先完成且质量过关，哪边获胜。在农师傅的组织下，男女老少齐上阵，共同来把红麻砍。毕竟人多力量大，没一会儿的功夫，就见大伙儿陆陆续续地向外搬运，整个场面热闹非凡。经过一阵忙碌，1000斤红麻就已准备完毕。我们也特意请来了从事麻纤维加工生产的郭师傅，作为今天比赛的裁判。经过整理，双方所需的麻分拨已定，现在准备工作都已就绪，只等号令吹响，比赛开始。裁判一声令下，人工队队员一拥而上，争先抢麻。机器队这边，肖师傅显得很轻松，看来他这次是胸有成竹啊。就在他发动机器的间隙，人工队已经开始包麻。毕竟人工队有15名队员，500斤麻听上去虽然数目很多，可平均到每名队员身上也就30多斤。只见队员们你一根我一根，一次下来15根麻就包完了。而肖师傅也不示弱，只见他大把大把的喂麻，伴随着机器的轰鸣声，麻被瞬间打出，准确地落在麻杠上，速度也不是一般的快。看到机器今天发挥得不错，肖师傅也是暗自高兴，此刻他干得更加起劲儿，
再看人工队这边，大家你来我往，奋力包麻。只见他们先撕口子，再往麻桩一套，最后连拉带转，一根根红麻就顺利完成。不过有一点，人工包麻需要先用手把麻皮撕开，时间长了根本吃不消。肖师傅则完全不用担心这方面的问题，他直接把麻填进去就自动打出来了。而且还有一点，人工队每包一根麻都要跑出去很远，随着时间一点点流逝，队员们的体力也是消耗巨大。面对强大的机器队，队员们自己都有些灰心，随着情绪的互相传染，大家都渐渐丧失了斗志。此时的人工队大势已去，而肖师傅则振奋精神，乘势追击，一举拿下了比赛。机器队率先完成任务，速度上胜过了人工队，那么质量上怎么样呢？我们请裁判来看一看。这个人工队的比较硬一点，机械队的软一点。根据以往的经验的话呢，这个机械队的泡在水里面大概一个星期就可以了。但是人工剥的话可能要泡一个月。现在我先剥这个机械队生。好。好，祝贺。丁兴晚的是对美食有着浓厚的兴趣哈。要说我最爱吃哪道菜，肯定是水煮肉片了。所以啊，前些天呢，我在家里心血来潮，突然想自己来一盘丁氏水煮肉片，结果做到了一半，发现家里的花椒用完了呀。这个时候出去买也来不及了，肉都要炖老了，真是怪我自己粗心大意。这一盘水煮肉吃的是一点滋味都没有。这说起花椒啊，它可是我们餐桌上必备的佐料了，无论是红烧、卤味、炒菜都可以用到。接下来这个发明项目呢，就与花椒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是一个怎样的设计呢？我们赶紧去一探究竟。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在这个季节里，红彤彤的火辣辣的花椒也成熟了。花椒在餐桌上我们经常吃到，花椒叶也可以做菜蒸馒头。可是长在树上的新鲜花椒却不常见，这一串一串红红火火的花椒原来都是藏在长满硬刺的枝叶间。新鲜的花椒由于含的水分较多，所以比市场上的要大很多，这样的花椒在采摘上有很多困难。当地的村民告诉我们，花椒在树上生长得十分密集，采摘的时候需要用指甲一点点掐下来，工作量是非常大的，并且枝干上长满了刺，一不小心人就会被扎伤。但是为了收成，疼痛和辛苦也经常被忽略。那么有没有一台机器可以帮助人工来完成这项工作呢？来自陕西的田文军做出了一台机器，发明人田文军，发明项目花椒采摘机。田文军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老头，大大的复古眼镜架在脸上，随时在提醒我们他是一个有故事的人。老田是地地道道的陕西汉子，有着陕西人特有的个性，他是个做电锯的工匠，这些年把手艺都传给了孩子。按理说这老头只要养些花花草草安享晚年就好了，可是他偏偏是个闲不住的人，每天总有捣鼓不完的新鲜事儿。这些天他就更顾不上他院里的这些小青菜了，因为他在琢磨一个大事儿。隔壁村的花椒都熟了，椒农们却忙不过来，于是老田就想凭借多年做电锯的经验研发一个采花椒的机器。说干就干，田文军一头扎进工作间。两个月过去了，机器已经基本做成了。为了安全，他首先给刀头做好保护措施，再重新连接好电机，一个小巧玲珑的花椒采摘机就做好了。田文军发明的花椒采摘机由刀头、采摘杆、电机三部分组成，小巧灵活，手持作业。在电机的带动下，刀头会高速转动，当刀头靠近枝条时，花椒就能被顺利切割下来。
机器设计好了，那么它的使用效果究竟如何呢？田文军找到了正在摘花椒的高师傅，打算借他的花椒试用一下。高师傅觉得这个小机器很新奇，立刻同意了他的请求。田文军赶紧打开开关演示起来，看到今天的机器表现不错，高师傅也主动体验起来。机器的锯头尺寸适中，深入花椒的枝叶中，十分灵活。它不伤叶子，不伤叶子，不伤叶子，想晒的也都能晒下来，是不是？高师傅用着十分顺手，连连赞好。摘下来的花椒与人工比也没看出什么差别。看到这个效果，高师傅突发奇想，要让机器跟人工比试比试，看看他的作业效率。既然要比赛，那当然要请最信任的人当帮手。田老汉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儿子。他儿子知道自己的父亲非常倔强，就算不答应他，他也不会轻易放弃，所以只好跟着去。但是只有儿子一个人帮忙还不够，老田的儿子只好再去找媳妇儿帮忙。可是之前一直不看好公共搞发明的儿媳妇儿，会答应帮忙吗？师傅，下午给让我吃些哈。这是什么？这帮人机子不是四对了，四对差不多要提的试一下。嗯，叫俺叫我的，那时候就说不叫他做，不叫他做，谁叫他做狠呢？这试了多少回了？这一试你就知道，人家做满意了，这钱不是一差就挣回来。俺老婆，哎，下午给我试一下。等我给你打打。这场比赛，机器队和人工队各出三个人，半小时时间，哪边先完成，哪边获胜。一番准备后，比赛开始了。双方迅速投入比赛中。对于老田来说，他不是第一次用机器摘花椒，所以他的速度还是很快的。但是，对于第一次使用机器的儿媳来说，就需要一定的适应过程了。再看以高师傅为主的人工队，他们也表现得非常认真，经验丰富的高师傅速度极快，并且质量很高。老高的队友也很卖力，才一会儿功夫就已经摘完一个枝条了。然而就在这时，小田师傅的机器好像运转不太顺利了，他只好去找父亲帮忙。哦，这机子又坏了。哎，我转了叫了吗？你这都好可坏了。开关关了，关了，关了，你不能转一下。刚才不是教过您吗？这个还是不行吗？已经、不行，那看里边坏了。他头不转了吗？哦，对对对，头不转了，头不转了，里边坏了。由于小田师傅的机器坏了，所以机器队的队伍里只剩下老田和儿媳妇儿。虽然他俩都很卖力，但是任务却相当重。虽然人工这边都是采花椒的高手，但是也难免被花椒的刺扎到手，他们要格外的小心翼翼，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进度。这不，这位大哥已经被扎了好几下了。然而就在双方进行激烈比拼，战果不相上下之时，老田的儿媳妇这边又出状况了。小田师傅赶紧过去看看机器，这又是出了什么问题呢？这个也不行了，这接一个接。这是什么电池的毛病吗？哎，插头，插头松了。插头松。原来这一次是机器的电池坏了，还好换上之前的电池，勉强还能用。但是已经退出比赛的小田师傅还是不放心，他决定接过妻子的机器，由他来继续比赛。为了不耽误时间，小田师傅加紧了速度。再加上刚刚休息了一段时间，他的精力就更加充沛了。可是加倍努力的小田师傅能扭转局面吗？看到机器队状况百出，原本有些疲劳的人工队又打起了精神，他们比以往更加卖力。然而就在比赛快要接近尾声的时候，戏剧性的一幕又发生了。这回老田师傅自己的机器也撑不住了，不知道什么原因，他的机器变得特别慢，无奈之下他只好暂时停住工作。
而这时小田师傅的机器也不转了，机器队三台机器全军覆没，我们的比赛也只好提前结束了。接下来我们要检验一下双方的比赛成果，我们先给人工队称重。秤盘显示为5斤7两，接着我们要称一下机器队的劳动成果，可是机器队的重量明显比人工少很多。才3斤4两。我们胜利了，老钱。随后我们又检查了双方的作业质量，发现田师傅这边打下来的叶子明显要多于人工队。高师傅告诉我们，叶子大量被打下来会影响来年的产量，这一次比赛失败了。田文军回到家里赶紧对机器进行改进。这个东西你看这时候它是一个锯齿形，锯齿儿小得很。它这时候两个大众看这是两点的，这10公里十前后动力，这时候一带夹击把它带上前后动力，它就前后的去锯是吧？它保险能成功。无论怎样他始终都没有放弃。为了最大程度上节约资金，老田这回算是抠门抠到家了。他在做了很多个模拟道具后才开始着手实物的发明。没有材料去盛放电机，那么就用厚纸糊一个，然后又把刀头做了双排带齿的机构。这一次田文军加大了电机，又改变了刀头的形状。那么这回机器使用起来的效果会怎样呢？从电机的轰轰声中，我们可以感觉到这次机器有足够强劲的动力，不费多大力气就摘了不少花椒了。看着这次效果已经突飞猛进的机器，此刻的发明人信心大增，他目不转睛地盯着花椒枝，一口气剪了10分钟。一番试验后，田文军对自己的机器很满意了。老田决定要再来一次比赛，一来再次检验一下机器的效果，二来他也想在儿子儿媳面前挽回点颜面。于是跟老高再次商量好比赛规则后，他赶紧又来到儿子家，希望他们能再次帮帮他。你俩包玉米了？我跟你俩商量事，我得做好一个最新的机子。都跟你说了，不叫你做，你咋不听人说嘛？你这一个机子，我经过多次试办，成功了，没问题。能行不能行嘛？能行，没问题。这是你回回都是能行，没有一回说能行。这回那没家问题。我跟老高说了，这比这老高增叫好3个人，增两人，我今天过来，我你俩叫好。我再跟你说，就最后一回，最后一次。你再那能行？这就是能行。如果成功，就是最后这一次，就是那两个。经过老田的一番说服，心软的儿媳还是决定再去最后一次。来到花椒地里，老田之前找来的乡亲也早早的到了。由于大家之前都没用过老田的机器，老田决定在比赛前先组织大家练习练习。所有机器队的新队员都对老田的花椒机充满了好奇，目不转睛地盯着他演示和讲解。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这些队员们也都了解了具体的操作流程。可是老田仍然不放心，他要求他们每个人都要去花椒树上实际练习一阵。而就在这时，另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也赶过来了。这支队伍由高师傅带队，队员们看上去都精神抖擞。这次比赛，机器队6个人对人工队的18个人，比赛时间依旧是半个小时。究竟谁能够获得比赛的胜利呢？我们拭目以待。比赛开始了，大家都第一时间投入到比赛中去。人工这边人多，看上去势头也很足，三三两两围着一个枝头一个枝头的摘，
既有分工又有合作，每个人都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再看机器队这边，六台机器同时作业，轰轰的机器声动力十足。即使是第一次使用机器，但是从他们的操作上来看，一点都不生疏的样子。这位女士之前从来没有接触过摘花椒，用机器用着很顺手的她，居然认为摘花椒比摘苹果还简单。可事实是不是这样呢？那得要问问用手工去摘花椒的队员了。拿过来了，哎呀，我手砸了。这位大姐的手被树枝上的刺给扎破了，可她轻伤不下火线，还是一直坚持着。虽然人工采花椒要格外小心翼翼，但是他们的速度并没有太受影响，毕竟这18位人工队的队员都是相当有经验的能手。这些淳朴的乡亲没一会儿功夫就摘了大半篮子了。时间都在一分一秒钟过去，这场比赛除了热闹还很紧张。机器队的主力老田师傅格外卖力，不知不觉一整棵树都被他摘完了，接着他又要寻找下一棵树了。时间过得飞快，离比赛结束只剩下最后5分钟了，可是最后的胜负还未定。人工队赶紧加快了速度，而机器队也没有示弱。虽然他们只有6个人，可是机器一刻也没有停歇，他们一路向前。半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比赛结束，大家都把自己的战果拿了过来。那么同等时间里，究竟哪一队摘的花椒数量更多呢？我们先把人工队采摘来的花椒整合到一起，又在大家的注视下把机器队采来的聚集到一堆。两边一比较，很明显机器队的数量要远远多于人工队，大家心服口服，都认为不用再一一过秤了。那么质量上机器队能获得认可吗？我们还得听听高师傅的意见。我并不知道，一比吓一跳，机器就是好。终于老田的机器获得了乡亲们的一致认可。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欢迎大家关注我爱发明的官方网站和新浪微博，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科教频道其他精彩节目。我是丁西，下期节目再见。苜蓿收割劳心劳力，新机器来帮忙却问题不断。制作脱水辣椒要如何去核？手挖，用瓶子顶，新机器腾空而降，效果怎样？人工收藻效率低下，一台身形庞大却穿梭自如的机器，看它如何巧摘妙捡。敬请收看我爱发明，丰收了4